OK， 兄弟们大家好，我大炮，好久没有给兄弟们做一个剑会单挑赛的175的一个视频了。今天的话给兄弟们做一下我们175的一个剑会单挑赛啊。观战方的话是来自我们雪山的一个驼子，对面的话是我们天总的一个农工号啊。跟兄弟们说了一下，就天总现在对吧，五专冠那个号的这个分段啊已经对吧没有人可以追赶了，所以说的话现在传统法系的话崛起之后的话，对面的话也是弄了一个农工号，这边的话农工号的话给我看了一下属性啊，3500多的一个繁育，所以说的话斯多宁啊连环击这个数据的话就还可以啊，就面对3500的繁育的话能连环击打出这个数据的话我觉得还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把比赛，这一把比赛的话观战番斯多宁，对面的话是一个农工，我觉得吧农工这个门派不厉害啊，怎么说不厉害呢？因为我觉得农工这个门派的话，首先剑会单挑赛的话，四个宝宝一个人嘛，正好五个单位，五个单位的话，从法三技能伤害高来说的话，你像落叶潇潇啊，飞沙手持啊，都要比龙卷雨姬的伤害要更高一些，所以说的话，我觉得农工不厉害，农工的话还是适合那种，对吧？大开大合的一个打法，就是群秒啊。对吧，单位比较多，清宝宝比较快一些，面对这一种对吧，本身就只需要秒五个单位，然后的话农工可以秒七个单位，然后的话就感觉好像门派特色就是秒的多变成了一个多余啊。对面的话第六回合直接提了一手农战啊，农战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牛进的一个意思，我们看一下起农战之后的一个伤害怎么样？观战番的话，直接用扇形，不给你出手的机会，对吧？小兄弟还想用农战 ，OK？ 观战番这个首发的宝宝血量也是很多啊，顶了两个3000，本身有一丢丢，应该有一万多点血。对面的话也是有三个配速，我们来看一下。农工确实啊，我跟你说，175的一个剑会单挑赛的话，农工不太好打，对吧？神木宁跟魔安寨还可以啊，因为神木宁跟魔安寨爆发比较高，魔安寨的话可以起牛劲啊，法爆起来比较厉害。龙宫这个门派的话反正是那种持续型伤害啊，就是持续打伤害的一个门派。神木宁的话不用起状态嘛，神木宁的话有风卷嘛，你看龙宫起农战去秒，群秒两千三千伤害也还行啊，但是龙宫的话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啊，就是说就不会像魔安寨啊神木林啊出现那种对吧法爆啊七八千破万啊，农工本身就是一个伤害特别均衡的一个门派，就慢慢秒，反正我每一把伤害也不会特别高，反正两三千慢慢秒。 OK， 我们来看一下观战番驼子的话，我觉得观战番驼子打对面农工的话还是要以开飞机为主，对吧？开飞机亲宝宝为主啊，对面的话三个配速 OK 破碎。观战番觉得对面的话农工看性比较高，可能说对吧加魔力加的比较少，破碎龙卷，龙卷伤害也不低啊，有农战有限定激发，伤害也挺高。斯多尼拿农工好像没有什么办法，我觉得175的一个比赛的话法系有一点克物理系，就是法系的话如果说是一个繁育特别高的属性的话确实是有一点克物理系，过的话万物都是相生相克啊，你这种繁育非常高的法系碰见同样的一个法系的话，如果说人家是一个全魔的话，那你秒我就是肯定秒不过，兄弟们能懂这个意思吗？因为打这个剑会单挑赛是没有什么地府的啊，不会中小死丸的，所以说的话散分散的比较高一些的一些法系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个全魔的一个属性，你全魔的一个属性除了打物理系不太好打之外的话法系打法系啊，法系打风系啊都会比较厉害一些，因为高分段嘛，就剑会高分段的话物理系跟风系会多一些，所以说的话法系的话打这个剑会单挑赛的话繁育加的太高的话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你碰见我跟你说你繁育加的高的话，我跟兄弟们分析一下，打剑会单挑赛我是专业的对不对，你繁育加的高的话你法系只能针对观战番的一个物理系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碰见其他的门派，首先你法系碰见同等硬件的一个法系的情况下面，那同样都是法系打输出，那你对吧你肯定是秒我全魔法系是秒不动的对不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如果说你的一个法系碰见风系的话对不对，你本身繁育加的特别高，那你群秒的话没有清宠的能力，没有就是说
能够压低风系血量的一个能力，所以说的话，玩法系的话一定要全魔。我跟你说，打这个剑盔单挑赛一定要全魔，就尤其是法系打风系的时候，法系打风系的时候，因为本身出手机会就不会太多，对吧？为数不多的出手机会，你如果还秒不动的话，就兄弟们，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 ？OK， 对面应该是出了一个顺法的话，农工也是加了个笛子。对面的话，这边一把斯博把对面宝宝给封住，所以说的话，打这个剑盔单挑赛的话，还是风系比较好打。风系的优势就是说有地听嘛，可以加笛子。关键班的话，连续有三把破碎的话，对面的话，我觉得魔法值应该不多了。我们来看一下农工有没有带魔法药啊？斯多宁宝宝还挺多的，还有五个宝宝。对面的话，宝宝也基本上除了须弥有伤害之外的话，也还行。好吧，对面的话这边走一把飞机，下回合出宝宝有贴，那须弥要飞，须弥有神，全魔的须弥3400清三叠，你看清三叠伤害不是太够啊，1000 1000 4000 OK 对吧，全魔须弥都能秒2400，关键翻出宝宝出顺法，对吧？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这一把顺法秒出对面的一个神佑了。OK， 对面的话给宝宝加笛子，这宝宝有笛子的话应该就挺猛了。全魔的须弥有笛子。OK， 3000 4800。OK，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兄弟们，看一下下期。